我今日参加咗小小博物馆 KOL 彼思科学的秘密。Hello 館長，我好中意嚟呢度嘅。其實咧，我哋呢個展覽咧，有成五十幾件咧，好得意嘅互動展品。好玩啊，真係！我未試過玩呢啲啊。十分滿分俾十分啦。Yes。我最喜歡那個定格動畫，是用一張一張相少少少少肉就可以整到一個 animation。 我喜歡超人特工隊，我最喜歡那個 Finding Nemo， 我覺得這個光是最靚。我很喜歡看 animation， 想做一個 animator。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學到攝影機的角度，攝影的角度知道原來電影是一步一步去進化，就記很多數，以為畫畫然後轉來轉去就可以。可能我們看電影的時候未必會發覺每一個動作，或者其實每一秒每一個動作都可以搞了很多人。好好好